一二三四，1979年，美国的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蝴蝶效应。他说啊，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，就有可能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。蝴蝶效应就是指一些微不足道甚至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小事，有可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巨大变化。那么放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那就是细节决定成败。所以战友们，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，一定要防微杜渐，从小事做起。有时候啊，一件小事就足以改变我们的人生。所以过好每一个当下，做好每一件事，为更美好的明天积蓄力量。战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